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成。今天这个呢是废轮胎，就是客人换下来的轮胎，快要磨到安全线了，然后我把它留起来，因为我的那个 LA 呢最近要验车了，那这个旧轮胎呢就借我用一下。这是14寸的，我记得是175654，那好吧，吉斯 MAP1 的轮胎，然后这两条还有一点点，然后就借我用一下。然后因为我要验车，我原本车上是16寸的轮胎太宽了，所以我要改成这个14寸的。那这个是车美士去中古行继续拆的，他原本是装在这个 Vios 的车上，然后他这个14寸宽度是5/2 ET 值是38，然后车美士制造，然后就装上去验车，然后装上去感觉整个车好变得很乖，然后这四颗还不错啊，就是买回来验车用，然后你以后如果要报废的话，这四颗也是可以卖那个中古铝圈，也不是说卖中古了，卖废铁铝圈。 OK， 感谢各位收看，记得帮我订阅我频道，追踪我 IG 哦，拜拜。